版绩效大放送，热狗无限享用，可乐无限畅饮 ，Make Cake 可别讲完这零话，这全部 DIY 自己动手来。真想竟然是无限享用，真不跟他客气。杨老板你，你这个挤压机怎么停不了啊？可能把我塞给是怎样啊？我没有吃那么胆量啊。老大你啦，我管应该是香菜吧。就算那个来量也没那么大，老板，等一下顺便拿一点卫生棉回来啊。怎么回事啊？他是光棉的。没你问题，一个杯仔来是，你规搭搞用到无啥啥，我是要来做生意啦，可能人家来来，唔知佫拄啊闹屎嘞吼。帮忙啦！把这狗屋哈要搬到前面去啦，拜托你帮我一下嘿，谢谢。哦，我的电话来了，啊，我接下，喂，往这边就好了哈。啊，帮我顾着这个狗窝一下，我离开一下，马上就回来哦。好吧，我们好人就做到底吧。没，怎么会有小狗跑出来啊？哎，啊，那好高啊！哎，你不要乱跑啊，回来。啊，小心一点，不要去压到你的脚喽！啊，去前面搬个东西，等我。这狗窝会生小狗啊？哇，这小狗接二连三的，怎么弄啊？嘿嘿，又有小狗出来嘞！啊，这狗啊是对倒位来的？哼，啊，这我无法道理的。最大气的来了，你好啊！阿信的帅哥，9955，救救我，帮帮我！我的车子突然间上拉间就熄火，关关发不动了，麻烦你在后面帮我使劲用力的推一把，帮我推到停车格就可以了。太实际了，还是您根本就是神力女超人呐！啊，你爱我哟，我的但是霹雳车哟。哎，先生，你推太猛了啦！糟了，一场惨剧就要在我眼前发生了。完了完了，要出车祸了！哟，你给等来哟！哎呀，它居然可以自动驾驶的啦！喂，阿姨，过去叫等来啊你。哦，没想到自动驾驶的技术比我还要厉害呢！啊，无伊是无弄到，唔敢玩笑。哎，你个担担面嘞，他掉头了。小姐，你个人照应，个人担，我不管你喽。家里不能没主人，庙里不能没主神，所以我们神父出去了，你就暂时当一下神父吧。我只听过半路出家当和尚，我还没有听过半路被抓来当神父的。哎，我只把你告醒。嗯哦，啊，这个背啊是要创啥呢？神父啊，拜托一下，我卡袂起来，行动不方便啊，拜托你搞加持一下，快当个更好呗。这个我不太会呢。你别客气啦，感谢主啊，阿门。啊，有感觉嘛，我卡会叮当，我会行，我们坐轮椅啊。你嘞，真的假的？哪有那么神奇？愿主保佑你，阿门。啊，我会行，
神武，感谢你啊！你看看手啊，扭捏，敢若迈克这个神的。你是真是活力无边的哦。我从来不知道我自己有这种特殊能力耶。不信你们看，抖音这一位就是今天戏演《古惑仔》抢匪的演员呐。好，你等一下就拿着这一包道具钱从里面冲出来，然后对着镜头耍狠、耍贱、耍白痴 ，OK？ 好，现场预备啊，撤退。四三二 go！ 导演说要对着镜头耍狠的，镜头呢？这么巧，刚好有条子，麻辣嘞！该不会是导演报警抓我了吧？他们说拍完这场戏就有饭吃了，不会吧？居然是要去吃牢饭！不准动，斯瓦拉六，双手举高！不要以为你长得像汤姆克鲁斯，我就会相信你是在拍戏啊！现在我劝你赶快乖乖就范，我给你两个选择，自首无罪跟投降输一半二选一，你要选哪一个？哎呀，开什么玩笑，北七马被算自首无罪。虽然说要跑得够快才有机会追得上女朋友，不过今天你们穿上了这一套帅气的国王的青衣之后，就千万不要为了追马子而跑得太快哦，否则啊可是会跑得越快摔得越重。来来来来，今天这一场整人的戏码就是分手计，当女主角说出我要跟你分手，然后赏你一巴掌之后，你就要以帅气的姿势奋力的去追女主角，如果了解的话要录了哦。然后来 action， 想跟你分手，嘿，不要离开我，你不让我得到你的心，至少也要让我得到你的身体。哎呦，这个对白不好吗？好来 action， 想跟你分手。喂，你怎么可以中了乐透就想要离开我啊？哎呦，我外卡撑了，哎呦，我太能卡了。快跟你分手。嘿，我是棒球队啊，你怎么跑得过我啊？啊哈，我滑你。哦 ，safe， 哦，这个滑你滑得太好了。你这个三秒偷太郎，我要跟你分手。什么三秒偷太郎？我是一夜七次啊。哈，对啦对啦，一夜摔七次嘛，对不对？整人喽！我有理说不清的了，我这个不是冲锋枪啊了，那我过你分开就搞定。我真的不是我们啦，有这个给你请下去游泳干。真的，然后看你内裤都湿了，赶快先去换个内裤，我的屁屁都湿不了。现在是人证物证俱在了，还想狡辩了、啊？我现在就要控告你涉嫌用手枪妨碍公务，而且还危害人民公务人身安全，更大大的影响了我们节目的收视率啊！你在戏啊，你。牙痛不是病，但痛起来要人命了、啊，这真痛啊，这真痛快。没，哎呦，哎，这什么？哎，这年头还有人叫拔牙的？快帮个忙，帮个
忙后当做拔河就对了。动作拔河唔得画一二三，来一二三，哎呦，不带接狗。喂，那是你的蛀牙哎，哦，你很太狗腿嘞，快跑快跑。警察没纪律，贪污奸污弊，喝酒又嫖妓，此案更容易，所以人民百姓自己要注意。小姐，请问一下现在几点了？今嘛几点时阵啦？哦，谢谢哦。哎，奇怪，我的手表怎么不见了？咦，警察先生，他把我的手表偷走了。哎，小姐，等一下，请问当时什么情况？刚才还拿在手上啊，我去问他时间啊，结果一回神啊，我的手表就不见了，一定是他拿的。哎，他是被烧了呀？你怎么？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义务检查你的包包，请你跟我配合。我真的没有他罗拉的手表吗？就是那只，就是那只，那只就是我阿公捡回的衣物。你竟然偷死人的东西！你就是传说中专门偷人家手表的臭婊子！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出现在我包包嘛，就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睡觉起来都有个男人睡在我身边一样哦。美丽的新娘子喽 ！Oh, honey, my darling， 老公，我来了。我今天这样子很美吧？哦、oh, ，我认识你五年来，只有今天最美了。哎呀，我忘了带那个会让我大声喊出“我愿意”的口香糖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去拿一下，马上就回来了。哇塞，这个真的是太长的啦！等一下哦，我还要去拿面纸哦。哦，不用拿什么面纸的啦。啊，你身上不就有这个卷筒式卫生纸了吗？哦，我看它还比较像渔网呢。像渔网的物件哦，是要到苏澳还是去八斗镇结婚啊？啊，我看你这个可以换风筝的啦，等一下我看还可以来个舞龙哦。哦，他你是咧绑这脖子啊，是咧绑童军绳啊？